六届 Asians on Film 短片电影节1月26至27日在洛杉矶韩国城的 Monk Space 举行。今年电影节从400多部参赛作品中筛出70多部电影，并在15个类别中颁奖，包括颁给演员 Osric Cho 的模范最佳配角特别奖，中国的著名电影演员苗苗以及世界民族电影节主席林唐也出席了26日晚的活动。AOF 电影节是我展示我们亚洲那个人的一个平台，非常高兴。据说这个电影节已经有十几届了，首先祝他们电影节举办的圆满成功。我呢2017年拍了八部电影在中国，我今年呢在洛杉矶已经接了一部电影做女主角，是一个有功夫的妈妈。我之前的作品呢成名作叫豆蔻年华，我是童星演员。还有一个叫苗苗老师，在中国大家都亲切地称呼我为苗苗老师。电影节播放的电影包括由日本演员 Kento Matsunami 主演， Nick Shaw 拍摄的粉丝为粉丝们制作的电影 Death Note， 12部动画片，越裔美式足球职业运动员李 Wing 的纪录片， Alfonso Bill 制作的 Winning， 以及90分钟的 LGBTQ 亚洲故事，洛杉矶著名青年诗人李山导演的处女作微电影《幸福》也参加本届电影节。全美电视台记者采访报道。